可以看到大批消防人员一早就聚集在民宅外，原来稍早前这里传出火警，还有老人一度困在里面，所幸后续人平安脱困，没有受伤。带你看一段现场民众的访问。人有安怎无？应该无吧？无啦，无安怎？照落来啊！坐在老人神明厅那边。哦，神明厅那边，是当时是看到什么状况？有是他看到的。哦，是看到什么状况？无，伊个嘣两声，正正无，我怎啊出来看？我是讲伊可能是有金门款啦，哦，啊了，哎呦，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，好几点零都无人见。哦，做生意啊？系啊系啊，我怎拍几年几场？啊，我看伊阿叫阿华。哦，啊，就这个阿嬷啦吼。事发在10号早上，高雄三民区清风街的一处民宅，目击民众发现火势越烧越大，赶紧报警。调查后发现疑似神明厅起火，消防人员到场花了大约18分钟控制住火势，所幸现场人员都自行脱困，没有人受伤。不过详细起火原因目前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。